而蒙有行政制度的疏漏。我们深知，再多的惋惜改进，都换不回我们失去的孩子。我们必须向凯凯家属及社会大众道歉，对不起。我代表董事会进行说明，在本月中旬得知此案的时候，而蒙董事会错置的优先顺序，只希望尽快与社会说明，却忘记了司法审查过程中仍有许多待厘清的事实。而蒙作为被调查方，在现阶段并无权公开讨论。在这样的前提下，仍贸然召开了12日的记者会，导致社会对俄盟产生质疑。在俄盟最危急的时刻，我未能带领同仁团结，才形成混乱局面。这是我身为俄盟董事长的失职。代表董事长及董事会向俄盟全体同仁以及长期支持俄盟的社会大众致歉。